在屏东地区呢，现在的雨呢是忽大忽小，像是在林边交流到这边这里，为了安全起见呢，其实现在还是封闭的状态。但是呢，只要雨停了，民众就会抓住空档，赶快清理家园。人迄个水有落管啊？嗯，上个水管，上好啊，人讲上好啊。你的冰箱啊，哈，洗好啊，哈。嗯。人啊，洗一暝，洗到。哎。住家能清理的尽量清，而公共区域。羌源国小内处处积水，不止走廊门口，连休息的室内也如此。不然清不出去。来一个。对。自己主动的了哈。对对对。虽然是暑假期间，校园没有学生，但十多位的志工还是主动来这边帮忙整理环境。根据屏东消防局的统计，到八月一日中午为止，大范围的淹水，例如林边、加东、芳寮等区域，随着雨势趋缓，水退了，但一阵大雨还是会让较低洼的位置有些许的积水。台风远离，要加速让生活恢复，屏东居民把握时间，努力清理。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